我们安利了一款通用型的安全座椅，来自德国欧颂的 King 1088，它适合这个0到12岁的宝宝使用，不仅能够满足婴幼儿时期的舒适性，而且它能够兼顾到这个儿童成长时期的乘坐空间，功能性非常强大。King 采用的是欧标 ISOFIX 硬接口，结合 Top Tether 的上拉带固定，安装简单且稳固不晃。双重加厚侧翼结合 ISS 专利的防撞头枕设计，环绕式防撞系统可以给宝宝更全面的安全保护。座椅支持正反向安装切换，反向160度超大舒适躺角，更适合婴幼儿。这些两档座椅角度调节，宝宝乘坐舒适，妈妈更放心。专利分段式的头枕设计，25厘米头枕高度调节，满足全阶段宝宝安全和空间需要。座椅采用合金钢骨架，结合 HDPE 一体化设计，整体稳固性也更高，能够抵抗碰撞时产生的冲击力，更好的保护宝宝的安全。一台优秀的安全座椅，不仅能够让宝宝安全更有保障，而且还能够解放双手，轻松带娃哦。